小谢渭南江布郎地，多鬼魅，缠祸人，因喜去，留苍头门之而死，树亦皆死，遂废之。里有逃身望三者，此倜傥，好侠迹，就拦辄去之。有人故使机奔救之，亦笑内不惧，而时中夜无所沾染，常宿布郎家，有必夜奔，生惊惧不乱，布郎以士气重之。家其贫，又有骨盆之妻，茅屋数船，入暑不堪其热，因请布郎假配地，布郎以其凶，故却之。声音作序无鬼论献布郎，解曰：鬼何能为？布郎以其请之间，莫之。身望楚亭室，国墓置书其中，敢取他物，则书已亡。怪之，仰卧榻上，竟喜以似其扁。时寝，闻呼吕生逆之，见二女自房中出，所吾王书送还案上，一约二十，亦可十七八，并皆书立，群寻立榻下，相视而笑，声极不动。长者翘衣足踹声腹，少者掩口逆笑，声觉心摇摇，若不自持，急急肃然端面，足不顾。女经以左手女姿，右手轻披宜家，坐想想，少者也笑，声骤起，至曰：鬼物干耳，二女害奔而散，声口业为所苦，运已归。又耻其言不掩，难挑灯毒，暗中鬼影冲冲，略不顾沾。夜将半，烛而起，诗交结，绝人以细物穿鼻，其昂大辟，但闻暗处隐隐作笑声，声不语。假寐以四之，得见少女以指挑帘起骨，鹤行路拂而止，声抱起喝之，飘窜而去。既晴，又穿其耳，终夜不堪其扰，鸡既鸣，乃鸡无声，声始化眠，终日无所见闻。日既下，恍惚出现，声碎夜吹，将以搭弹。长者见屈躬脊上，观声毒，继而眼深卷，声怒捉之，即已飘散。少间又复之，声以手按卷毒，少者前于脑后，将两手掩深目，翩然去。远立一审，上者骂曰：小鬼头，捉得便都杀去。女子急又不惧，因喜之曰：方中纵送，我都不解，缠我无益。二女为笑，转身相造，细心搜迷，为生之窜，生故而降曰：两卿此为不生悍跳耶？何请周熟争一笔注陶碗之举上，生曰：感卿服役，何以报的？女笑云：范仲邹何批正矣。生曰：与卿素无行怨，何至以此相加？辍役复舍，争未奔走，生乐之，习以为常。日见朕，皆作清语，审其姓名。长者云：蔡秋荣，乔史，比阮家小谢也。又言问所由来，小谢笑曰：赤狼尚不敢一尘身，谁要入问门第，作嫁娶耶？生正容曰：相对立直，宁毒无情，但英明之气，终人必死。不乐与居者，行可耳；乐与居者，安可耳。如不见爱，何必惦两家人？如果见爱，何必死亦狂生？二女相顾动容，自此无生怨弄之。然时而探手于怀，履裤于地，亦之不为怪。一日，陆书未足夜而出，反则小谢伏案头，操管带路，见生知别逆笑，竟是之。虽列不成书，而行列书整，生赞曰：轻扰人也，苟乐此，仆教亲为之，哪有诸怀把外而教之话。秋容自外入，色诈变，意似赌。小谢笑曰：同时常纵赴学书，就不作，遂如梦寐。秋容不语，生欲其意，唯未不觉者，遂抱而授一笔，曰：我是卿能辞否？作数字而起，曰：秋娘大好笔力。秋容乃喜，生与侍者两指为范，笔共临摹。生另一登读，窃喜其各有所事，不相侵扰，访毕，知立己前，听声月淡。秋容素不解读，涂鸦不可辨认，花盼矣，自顾不如小谢，有残色，生讲未知，言史记。二女有此事，是生作为抓杯，偶为暗谷，不为不敢舞，真昧之。于月，小谢书居然刚好，生偶赞之，秋容大惭。
粉黛盈盈，泪痕如线，生百段位解之难以，因教之毒引悟非常，知识已过无再问者，与生禁毒常至中夜，小谢又引其第三郎来拜生门下，年十五六，姿容秀美，已经如意一锅为止，身令与秋容之衣襟满堂衣无，生于此社鬼障焉。孤狼闻之喜，以诗给其薪水。积数月，秋容与三郎皆能诗，诗相惆怅。小谢因主物叫秋容，生诺之；秋容因主物叫小谢，生亦诺之。一日，生将复事，二女涕泪辞别。三郎曰：“此情可以托及免，不然恐女不及。”生亦告急为入，遂行。相视，生好以诗词激切时事，或归于议会界，日思周商之，因入学士，忽以行简，边境狱中，思甫绝，起事于求人，自分以无生理，忽一人飘忽而入，则秋容也。欲转至愧生，肖像悲咽，曰：“三郎虑君不及，今过不谬。”三郎与妾同来，复愿身礼矣，数语而出，人不知睹。月日不愿出，三郎折道身躯，收之。秋容入狱报生，反身望真之，三日不返，生愁乐无聊，度一日如年岁。忽小谢至，创万欲绝，言：“秋容归，经由城隍祠，被西郎黑叛强摄去，逼冲欲饮。”秋容不屈，今夜忧求，妾直百里奔波朴带，至北郭，被老疾刺无足心，痛彻骨髓，恐不能再治矣。因事之足，睡因凌波焉，出金三两，保一而美，不愿堪三郎，素非瓜葛，无端待控，将杖之，铺地碎灭，一之，揽其状，情辞悲恻，提生面举，问三郎何人，生委未不知，不愿悟其冤，视之。既归，竟系无一人，更难。小谢始至，惨然曰：“三郎在不远，被谢谁阿父明思，明王以三郎意，令托生富贵家。秋容久故，妾已撞头成黄，又被暗格，不得入，且父奈何？”生愤曰：“黑老妹何敢如此，明日仆其乡，见太为尼，恕成黄而责之，按下力报恒如此，渠在醉梦中耶？”悲愤相对，不觉似漏江残。秋容飘然忽至，两人惊喜，即问。秋容泣下曰：“今为郎万苦矣，盼日以刀杖相逼，今系乎放妾归，曰我无他，原以爱故，既不愿，故亦不曾污点，凡告逃秋曹，勿见谴责。”生闻少欢，欲与同寝，曰：“今日愿为情死。”二女凄然曰：“相受开导，颇知义理，何人以爱君者杀君乎？知不可。”然扶颈轻头，秦军抗力，二女已遭难故，度念全消。会一道士徒遇生，故谓生有鬼气，生以其言意，具告之。道士曰：“此鬼大好，不免负他。”因说二夫复生，曰：“归守两鬼，任其复命。如闻门外有哭女者，吞服即出，先道者可活。”生拜寿，归主二女。后月余，国伦有哭女者，二女真奔而去。小谢忙急，望吞其服，见有丧雨过，秋容直出，入关而美。小谢不得入，痛哭而返。生出事，则复是好事并其女，共见一女子入关而去，方共惊也。得闻关中有声，席间发现女已断酥，因战寄身斋外，裸手之。忽开目问涛声，好事言及之，答曰：“我非如女也。”遂以情告，好为深信，欲于归，女不从，进入深斋，眼若不齐，好乃失序而取。生就是之，面庞虽异，而光艳不减秋容，喜妾过望，因续平生。忽闻呜呜鬼泣，则小谢哭于暗奏，心甚怜之，即一登望，欢披哀情，而今朽琳琅，痛不可解，尽消逝去。天明，好与碧袄寄送相连，居然温虚矣。步入为房，则小夏又哭，如此六七夜，夫妇俱为惨动，不能成合景之理。生忧思无策。秋容曰：“道士仙人也，暂往求，同别连酒。”生然之，
即道士所在，克服自沉。道士立言无数，生该不已。道士笑曰：吃生好馋人，何与有缘？请结无数，乃从生来所尽事，眼非坐，借物相问，翻十余日，不饮不食，千窥之，明若睡。一日晨星，有少女牵莲入，明眸皓齿，光艳照人，微笑曰：白女中夜被己矣，被汝纠缠不了，奔驰百里外，识得一号庐舍，道人在语句来矣。待见其人，便相交附耳，恋婚小谢至，女俱起迎抱之，细然合为一体，扑地而将。道士自室中出，拱手进取，待而送之，即返，则女已苏，扶至床上，气体渐舒，但把足生言指骨酸痛，数日始能起。后生应试的通缉，有蔡子京者与同谱，已是过生，留数日，小谢自临舍归，蔡望见之，急趋向念，小谢侧身敛臂，心切怒其轻薄。蔡告身曰：疑是深害勿听，可相告否？皆之答曰：三年前少妹邀远，今两夜耳失其师，至今已念，是见夫人何相似之深也？生笑曰：山径落裂，何足以放君妹？然既系同仆，亦即至妾，何妨以谢亲奴？乃入内，使小谢衣训装出。蔡大惊曰：真无妹也。因而起下，生乃具述本末。蔡醒曰：妹子未死，吾将速归，用未言辞，遂去。过数日，几家皆至，后往来如耗烟。一史事曰：绝世佳人，秋意而难知，何惧得两哉？是千古而一见，唯不私奔女者能够之也。道士其先焉，何数之什也？犹有其数，折回可交耳。